面呢，请您欣赏山东二黄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的介绍。介绍什么？有人不认识我。哦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主要是啊，这些年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哦，艺术上不能够达到一个位置。哦，所以好些人不认识我。那也正常。别看今天来了好几万人啊，哪有那么多呀？啊，包括前门一带吧。算是人家干嘛呀？不认识的跟人解释一下啊。您说一下就完了。好，嗯，刚才有一个观众说不认识我是吧？嗯，好，你还数来了是吧？啊，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啊，郭德纲。好，这么介绍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。哦，您可不能这么说。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啊，哪有不认识他的？是，你叫什么来着？这就一不认识我的呀，于谦。对啊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是，于谦。对，好，哪儿好？我佩服你啊！干嘛呀？有能耐。您太过奖了。本职工作做得不错啊，相声啊，嗯，别的行业也干过啊，也是，是不是？之前也干过点别的，拍过电影。对。电视剧，干过的都干过吧？没错。我看过你吗？是啊，我跟那里头瞧见过你。哦，电视啊，嗯，看见过你，那里有演过你。哦，好，净演大活。嗯，是，周星驰那个，嗯，《大话西游》。哦，有他，这有我演那个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。您怎么找着我的这？别人都化妆，你没化妆吗？对，我就像那妖精是怎么着？我一见面把导演吓坏了。哦，这个造型谁给弄的？这个太像了，太像了。哦，演得不错。嗯，后来有一个雷雨，我演谁？演雷雨。雷雨怎么演啊？你有下雨的戏，你站着弄个水管子，巨物啊！好啊，这还好。后来有个大片叫《无极》，哎，对，演对。这要没有你，这个戏完了。啊！上至导演、制片人，下至工作人员，谁也活不了。哎、你了不起，是、啊、你送盒饭的。我就干这最亏的活儿。你了不起，我很崇拜你啊。是啊，最近又添一新买卖。做什么了？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。这活儿差点吧？啊，近郊远县，大小三蹦子都你相片。那管什么呀？提你5块钱就到，不提我2块钱人就走。这提我干嘛呢？向你学习。嗨，甭学了，都是演员，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嗯，你把我搁到王府井，认识我吗？嗯，不认识我。哦，把于老师搁这儿，嗯，认识我吗？怎么样？呸！认识啊，认识。对，认识还退？不认识能退吗？说的也是，我怎么那么遭恨呢？遇见仇人了，没听说。太好了，嗯，向你学习，甭学了。当然了，嗯，作为演员来说啊，嗯，要谦虚。啊，那倒是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哦，那你说曲艺，你说戏剧，嗯，电影。话剧哦，哪个行业都是我们的老师，是向人去学去，应该是不是？嗯，离着我们最近的就是京剧，啊，那好啊，京剧是国粹，对对对，生旦净丑，唱念作打，讲究啊，多的学问呢，嗯啊。于老师这方面很好，哎，我好这，你虽然说五音不全吧，他好唱戏，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呢？我学吗？跟京剧院的老师都夸他，夸我真用功啊！啊，那下功夫，就这一个音儿，说实在的啊，你能坚持下来不容易。我下多的功夫学一个音儿，不，你那5个音就剩一个音了。好嘛，再想多都没了啊！他学龙套，学龙套，学龙套有音儿吗？有啊，这是刚说话的这个。你看，有我听你在这喊嗓子，闲诗给你调吗？怎么调啊？哦。也就这一个音儿，小子好啊，小子好、嗯，这点他随他父亲。我爸爸也龙套啊，不，他爸爸名票，哦，票友，票友是是，好票友不次于专业的，他也下过功夫啊。爸爸唱的多好啊、嗯、啊！我最爱听他爸爸唱，是啊，嗯，
街坊邻居也是，哦，都爱听他爸爸唱戏，唱得好吗？啊，唱生行的，生旦净丑，唱生行的。哦，有一年李世济老师，哦，唱三娘教子，嚯，特意请他父亲一起配戏。怎么？说于老爷子要不来，我不唱了这戏。是啊，这身份呐，身份了，一出场，嗯，可唱得好，就那几句唱，我到今天记忆犹新。唱好听啊。怎么唱的？啊，薛一国白南雄，完了吧？是啊，你学着小孩那像，像，像管什么呀？这有戏吗？这个像太像了。来，这孩子好，好啊，好，你长点个儿好不好？啊，唱娃娃声，唱娃娃声，听错了。这么说话太好了，太好！他祖父也好唱戏，好一家子。他爷爷好唱戏啊，轻易还不唱。那是啊，得对着机会，有了知音才唱。哎，给人唱。当初他们家住大杂院，嗯，院里有老寿星，哦，99岁。嚯，中国来说，99岁算100岁。那可不是吗？百岁大寿，这过整寿，孙男弟女五世同堂。呵，好。他们祖父去给人唱去了，哎，老头坐正当中，哦，谢谢您呐，嗯，知道您轻易不唱，对，来一段吧，唱吧，好，我给您唱一段8月15把寿拜，呵，吉祥，应景的戏，哎，啊，唱吧，8月15，什么味儿？这四个字没唱完，啊，这老寿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喷了那些个血呀，吐血了，当时咣叽就扔那了。死了。到出殡那天，人家家没人哭。怎么不哭？别哭啊！啊，一哭回来，于谦他爷爷说咱们学他。好嘛，这还忌讳呢。啊，这说这意思，嗯，我得向你们学习啊。给人唱死了。向你们学习，学习你们这种精神。这什么精神？这都我爱唱戏。您也好啊。我也爱研究这个。是吗？平时没事也唱，可乐。嗯，戏里边多有意思啊！这好啊，对，有这么一出戏，可以说大伙儿都知道。哪出？叫《桑园会》。哦，秋胡戏。秋胡戏七。对，里边有一段《西皮流水》，嗯，我最爱这段。是啊，唱起来好听啊。您给瞧一瞧。江洋者的啊，唱的。我给大伙儿唱这个啊，嗯，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。好好好，哎，来这段啊。嗯，今儿没有过生日的吧？哎，好嘛。您也给人唱吐了血啊？那把我跟那个人，我们哥俩这别搁在一块儿摆。不是吗？这哥俩一唱起来这个味儿的啊，您唱。秋后大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马蹄也忙，坐里吊鞍永不忘，见一位大刀手盘丧，前影儿好似罗妇女，后影好像我妻儿房，奔当乡亲将妻人，前知道错人了你那女最非常，好，是这味儿的。这出戏在当年来说是家喻户晓，都知道，很多票友也爱唱这个。是吗？我认识一位山东朋友，哦，用山东方言演唱过这段桑园会，还用方言，比相声都可乐。是吗？这里边口头语、俏皮话、打嘟噜什么都有。怎么那么热闹啊？一唱起来这样的啊，学一学。铁虎哎，打马死奔那家的里，行也那个路啊，啥是马翻停啊停。自音撒家了贫呢，难得一我的隐私上，撇家撇业撇父撇母撇子又撇妻，在前堂死了别人，高堂的母，在后堂死了别人，撒得起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，看看我这个，我看他这个弟弟，点点点点弟弟，这不得的泪被提，大丈夫气能儿，无知热气，咱死在两军阵势又能怂不敌，不知为反的帮儿，早了把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，噔噔啊噔噔。噔噔噔噔，一见叫做名贵喜，楚王爷一夜间砸龙我心喜，他风大脱在了武侠，身穿马袍腰横玉带，足踏草靴坐官在朝里，他找到回了家园，看着母亲，他找到早了去，早回桥里，正月本来的在呀，撒上院里有
剪子背这个美大头，沈川桌那个懒巴三儿呢，咬鸡桌这个摆波三儿呢，头上别那么骨头三儿呢，脚下穿那么九步三儿呢，老头来上身圆了个手和三头老三条的也乱接着也乱接着，这我在桌那里蔡英儿好像个螺丝女，后英儿好像个大的皮，本章下去讲起殷切之人错认了你那女人是咋的。他传染这是。刚才是王文林先生对跟我岳父啊。玩儿吝说了一段啊，挺好啊，我听着挺痛快，我听着高兴。今天啊，嗯、啊，后台有意思，怎么？打刚才好多演员都不在计划之内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像何云伟今天就没来，是，孩子闹肚子，有病了，闹肚子怎么办？急得跟什么似的，昨天去天津着凉了，哦，把王月坡找来，兄弟你受累，嗯、月坡也是闹肚子。全闹肚子，岳父也知道他闹肚子着凉了。哦，他是打天津赶回来的，也上天津，也上天津，打天津胡吃海塞，也胖成那样。回来道上就在车上听他们念叨，嗯，这肚子拧着疼了。哟，上厕所吧，厕所锁着门呢。哦，刘先生也闹肚子，好嘛，刘文路闹肚子，嗯，流坏水了，哈哈，流坏水了。这岳坡急坏了啊！你怎么弄的？车厢里边不让拉，多新鲜呢！啊，找列车长去了啊！你播音室我能接手吗？播音室出去，不理他根本就想一办法啊！在车厢里边把裤子吞起来了啊！拿笔在屁股上画眉毛，画眼睛，画一脸，撩开车窗户，把屁股探到外边去，吐一泻千里。好，车底有人还说了，哎。大胖子吐了，嗨，像话吗？这今天跟这个网上出的节目单不太一样，是啊，没事，这叫特别奉献。哦，你看今天头里边叫小帆就说了两回，啊，俩叫小帆，他们这不欺负我吗？怎么？啊，我总是叫小帆，他们跟我学。啊，跑您了，徐德亮，嗯，李云杰。这孩子都坏，知道我今天闹嗓子感冒发烧，使不了这个，还有使不了，嗯，谁说的？啊，您还能来？啊，那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我没说我能唱。那您前面这铺这么半天，是我说的吗？哎，您那意思就是，你还是让我岳父气的我。好。你们爷俩就甭置气了。叫小帆，嗓子好也能唱，嗓子不好也能唱。哦，也行，一样能唱。那您唱吗？一见公之党领间，不要本宫喜新鲜，斩立功门，叫小帆。嘿，好呀，他这齐派的叫小帆，一样，你管他那个去了是吧？没高腔。今天很多朋友打天津又赶回来了，就是让人感动了。哎，对，而且还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啊，头次相见，有新面孔。谢谢您支持我们。对，也有不认识的，嗯，学生叫郭德纲，哎，相声界的小字辈，嗯，于谦老师，没，谈不到老师，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干了一辈子了，这时候就一辈子了，要完呢，我是。差不多，什么就差不多呀？反正就是说，干了好些年了吧？哎，干不少年了。没有说您身体不好的意思，不要多想。啊，没这意思。您这精神一看就能活到死。啊、我还是要死。是，你看，你放心，这个月没事，知道吗？下月就完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后台这么些个得病的啊，这么些得病，你看王月坡，嗯，得川癌啊，川癌呀、啊，这什么癌呀、啊？这是川西癌嘛？是不是？何云伟闹肚子，啊，这都是刘文步
病啊！你这找一巡演工给他们紧去什么的？好嘛，是来斯寇，有病看去，嗯，有病看去，你别耽误着。那倒是，养病如养虎，哦，虎大要伤人，那可不是吗？一点都不假啊，是不是？没错，现如今医学很发达，嗯，大病小病都能治，能治了，不像过去，嗯，啊，大医院少，老百姓花不起钱，嗯，当然了。我那小病上街上也便宜，啊，街上也能看。头疼脑热，嗯，拔个牙什么的，哎，对，有拔牙的，是不是修脚？哎，是，嗯，街上给仨瓜俩枣就办了，哎，这就能看。但是这个骗人的居多，哦，有生意，有生意，是吗？这里边有假的，哦，这也有假的。你看那写药到病口，净骗人的，哦，这就拔牙似的，嗯。那大横幅挂好了，哦，他坐在那儿摆一桌子，嗯，知道吗？有大盘子，各种牙都有，各种牙，哎，大的小的，我，哦，还有这么大的啊？有那牙那么大个，跟麻将牌似的，好嘛，小瓶子、小罐子，嗯，什么各种的红药沫、白药沫，哦，药膏、药水，还有药啊，花椒面，嗯，葱花、酱油啊，面酱，熬匀一点佐料吧。这全是佐料的，怎么治啊？哎，好了，剪子、刀子、斧子，嗯，分凿斧具、大管钳子，路径改过来的，这有拔牙的拔牙，没拔牙打家具都干，没听说过，两个样掺和着，有这个贪便宜的哦，找来了，哎，牙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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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张嘴，一张嘴，真听话，大夫拿一电镀的小钢棍儿，钢棍儿，哎，往嘴里一伸，嗯，霍了哪个疼？嗯，越霍了哪都疼。对，放心啊。嗯，找我就行了。哦，疼吗？就怕疼，你放心。嗯，我拔牙不脚疼。哦，不脚疼。嗯，不，拔牙不脚疼。脚疼啊，那是不疼。多缺德呀！啊，拔牙脚疼。废话嘛。多少钱啊？嗯，好，五块。五块，你这五块哪儿就五块？你便宜点，你看。滑线儿，你像小牙还四块，还分大小。你看你这多大个儿，你这个，嗯，放上腰肌扔到排队儿里就他个儿大。好嘛，比这还大呢。嗯，太贵，五毛行吗？呵，五毛干脆。嗯，来吧，拔了。你看咱们是力气活呗，是吧？啊，借五毛钱扔兜里，痛快了，半斤饼钱有了。啊，吃饭的钱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嗯，来凳坐好了。您这不给那大躺椅吗？那是理发馆，知道吗？坐坐。跟理发馆有什么关系？拿一大老虎钳子。嗯，张嘴。哪个？嗯，这个。嗯。嘿，这就蹬上了。坐下，坐下。好嘛，都给蹬起来了。你别跟着我呀！你瞪人家，人不跟着你。你坐住了啊！嗨，可你是这这走，好嘛？背口袋踩着脑袋，嗯，起钉子这是。是我看这也不像拔牙，还得点痦子。痦子这坑人，这怎么也骗人啊？找一个白布，嗯，画一大脑袋，啊，对，啊，点好些个点儿，啊，你打着过喊你，嗯，哎，这位，来来来，什么事儿？嗯，脸上这痦子不好，怎么不好？恕我口冷，您说，这痦子克父母，哟，一分钱我给你点了去，花差多少钱？啊，这便宜，父母老亲健健康康的，好，好。好好好，你搁谁一琢磨一分钱，真的假的，反正心里痛快，图个吉利也干啊。往这一坐，嗯，他打一小瓶儿，哦，小瓶里边是白颜色的药膏，哦，有药膏，拿一个红木的骨头签子，哦，拨了出来，往脸上给你点，哦，点的时候你可记住了，嗯，刚才说克父母这个，嗯，先不点，留着这个，先点别的，哦，谁脸上找点黑点都有的是，那可不是吗？哎呦，这不好，这个克子女，哦，哟，这不行，一分钱的事儿啊，点上了，呀，嗯。可兄弟哟，可姐妹哟，啊，可妻子嚯，可老丈人，可街坊，连街坊都克呀，可卖烤饼的，哎，嗨，那克就克了吧，那个。
这个以后你得变色。哦，哎呀，这得严肃哦。哎呦嚯，这得拿车闯死了。哎呦呀，这个得拿飞机闯死了。蹦得了那么高吗？这位点吧。啊，点了1400多个。好家伙，这脸小白点儿。嗯，点好了，钱拿过来吧。给钱，钱要过来，掖在兜里边。遛弯去吧，嗯，去遛去吧，转悠去啊，一个小时回来，我还回来，真听话，顶着一脸白米饭出去逛街，操，一脸的白点儿，一个小时回来啊，啊，坐这儿换药，哦，这就换药了，又拿起一瓶来，嗯，拧开了，红颜色的药膏，哦，又是药膏，剥了掉一个白的，嗯，给你点了一个红的，这就换药了吗？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啊。简单，什么区别？什么东西呢？这药呢？啊，就是咱们刷浆用的大白。哦，这大白呀、啊，哎，多少钱呢？嗯、啊，反正是买一毛钱的呢，够他使一辈子。太便宜，过上水调好了。嗯、啊，白的这就是这个红的，红的这个里头，它加上硫酸。硫酸呢、啊、对，完全指着硫酸往脸上烧这肉，哎呦，生往下烧啊。可是他很聪明，嗯，他要是先点这红的，这1000多个点不上，对，点一个就疼啊。你想啊，点第三个前两个都冒烟了，嚯，那么厉害啊，是不是？先点白的把钱要过来，哦，给你换红的，你要说疼不点了那是你的事儿，这钱可不退。哎，都琢磨透了，是要一个点不了，得一点一个，呵，这满脸烟雾腾腾，全冒烟了。夹头吧，夹头吧，啊，这就完了。一个礼拜别洗脸就好了。哦，真挺晚，一个礼拜，一个月你也洗不了啊？怎么？愣往下烧肉，这疼啊！一个半月过去，洗完脸一照镜子，看了五天，肚子一个都没有。好了，这脸大麻子呀，好嘛，全烧成那样了，坑人呢。啊，现如今行了，现在医学很发达，哎，没有治不了的病。哦，这病就都能治了吗？像过去来说，肺结核死人，啊，那是老病，对吗？对，什么这个白喉，是都死人了。哎，现如今很多病根本就不叫事儿，都能治了。到医院去，你想象不到的，是吗？想象不到，很简单病，你看到那儿就治好了。是啊，哎，从里到外没有不行的，里外全行，包括这胳膊腿哪儿都行。啊，这四肢都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哦，胳膊掉了都行。胳膊掉了还能治？你看他不信，你看，比如说吧，啊，怎么比如？于谦于老师，拿我举个例子，演出散了，哦，大腕跟别人不一样，啊，有区别。后台呢，有开摩托的，哎，有开金杯的，哦，李京开夏利，是，于老板跟他们一样吗？不一样，都一飞哥，对，我骑自行车。好啊，俩轱辘啊，可不是俩轱辘吗？往前走，嗯，前面路上有一姑娘，哦，女孩也骑个自行车，嗯，把后边一瞧，太漂亮了，哦，长头到后腰上，是那小腰就一气儿，啊，于老师看着爱了，喜欢，您瞧瞧，看看，瞧瞧正脸啊，长什么模样？哇，下着功夫，兔子都是你孙子。那么快呀、啊！快呀、啊！啊，跟前儿不看道了，那脸长得跟孟凡贵似的。嚯、哦！您瞧我这进肺的，吓坏了。嗯，一捏闸，哎，打车上人儿，啪，摔地上。哦，这边来辆大卡车，嗯，打你手腕子上，滋，怎么压过去了？从手这儿，哎，压过去了。哟，周围老百姓吓坏了啊！出事儿了。压了流氓了，没听说过，超流氓压。不不，这别嚷了，好心人居多呀。那是好心人吗？这个有喊压流氓的吗？打电话吧。啊，一会儿功夫急救车来了。哦，救我来了。车一停，嗯，有打上面下来俩女护士。哦，1.8米大高个儿，哼，清虚虚的嘴巴，一巴掌宽虎心毛，这是护士吗？这个，我看，拧着眉瞪着眼啊，穿一大皮兜子，哦，脚底下穿着水鞋，嗯，下来就问哪儿了，亚美芝了，好嘛，啊，这个，嗯，搭起来，1、2、3，人，这个扔车上，关门，啊。
这送到顺义肉联厂去了吧？是啊，什么叫是嘛？我没去过，我就不知道。这是护士吗？带着我就走了。小护士吗？是护士啊。拉到医院去了。啊，抬到这儿来，登记啊，姓什么？于谦，叫什么？啊啊，都写好了。对呀、啊。男的、女的，多大岁数？嗯、啊。什么工作？哦。结婚吗？啊，离婚没有？啊。这看个病管着这么些事吗？这我都问详细点啊。结婚都是干嘛的？啊、好嘛。得过奖没有？几岁带红领巾啊？这都写上。管得太宽。孩子这屋来，大夫一想，先打针。哦，打针。打一针破伤风针，这倒对，省得感染。是。来的这个床这儿。嗯。哎呦，好了，有人摁着脑袋，干嘛？跟这儿撅着。嚯！大夫过来，把裤腰带给解来。干嘛？这一拖到底，还踩一下。到地吗？这样？拿圆珠笔。嗯。这干嘛？画一个圈儿。干嘛？打针的地方。这还瞄准？嗯，打吧，画一圈啊。嗯。然后把这都涂实了。费着个劲，打开冰柜，嗯，把针拿出来，哦、拿过一大桶那个破伤风针药水，哦，打完了做好了，嗯，好嘛，哎，走，这是打针的吗？这打完针啊，扶起来做手术。哦，还有手术，因为你的手腕子已经被压坏了啊，手腕叮叮当啷就连着一点筋儿，你看看，得给你截肢。哎呦，从这儿切，从这儿切，怕感染呢，这用那也不能太长了我这个是，这还给你换新的呢，哦，还换？哎，哎，好了，拿绳子都捆好了。哦，有人过来拿手巾捂上你的嘴，干嘛？大夫一回手，冰柜打开了，冰柜找。找了做手术的钢锯，钢锯搁冰柜里干嘛？冻着消毒啊。这是带鱼，什么都有。呵，啊，紫薇薇，蓝瓦瓦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好嘛！啊，哆里哆嗦，颤巍巍，嗯，奔你肩膀子就来了。锯，两边都摁好了。嗯，你捂嘴那个，使劲，别让它出声。哦。这个小护士过来啊，拎着你的胳膊往后走。哦，走了，后边有倒模室，倒模做假胳膊地儿。哦，到这儿拿你的胳膊敲门。哎呦，对对对，闲的吗？这不是门一拍啊，技术主任出来了，怎么着？什么事？哦，胳膊一举啊，你猜，这边都快死了，还猜呢？还哎，真有这心肠，我告诉你。好玩吗？接过你的胳膊来看看，嗯，手腕子这破了，啊、哦，这戒指是我的，这都骗，甭管了，嗯，拿到后边上仪器，哦、十分钟，怎么出一条胳膊假肢，跟你这一模一样，拿手一摸是肉的，还没区别，一模一样，然后你原来这个送后边食堂了，这吃了，一会儿功夫拿过来，上好了有螺丝，哦。哦，这还有螺丝。哎，拧好了。嗯，拿过去一罐儿的漆，罐儿罐儿，嘎啦啦啦，嘎啦啦。严实还得找找，不能看不出来。啊，打这起这胳膊，这手跟真的一样。哦，就没区别了。你伸手看看，这不你看一样吗？哎，这就是真的这个。什么叫一样嘛？怎么都行啊。啊，写毛笔字儿。嗯，写毛笔字儿能写。你一样，原来写，现在一样写。哦。摊开纸往上一写，是以上我看过了，全对。于谦啊，这还老师判卷子，我监狱这嗨，行了，你就甭说写什么了。弹钢琴，弹琴，弹琴，呵，弹钢琴，打去吧，弹去吧。哦，打字，电脑打字，这不是打字呢，啊，这刻毛豆呢，这不许美化自己啊。是，这叫美化呀，老夸自己了。打字有事儿的吗？这键盘搁近，眼神不好。这太近了，这你练功练气功啊，忙活你的，你的工作啊都不耽误，是吧？你工作才干这个呢？不是，你气功啊，是吧？什么气功啊？这是挺好，啊，挺好，都能干。打架不行啊？打架怎么不行？您人家骂你打的吗？打，
嘴巴，你看你痛快了啊，人家比你还痛快，怎么人叼了你胳膊就跑了？哎，那就甭打了啊，胳膊能跑，你这玩意儿多神奇，这没事儿，腿也行啊，大腿啊，哎呀，一样啊，行啊，这技术是一样的，真的吗？你看你胳膊好了啊，你又出去野去了啊，我也没记性，人家待不了，还去出去逛街去啊？哦，看看大好河山，哼，走来走去呀，嗯，这一什么地儿？大高墙，哦，俩窗户，窗户往外飘水蒸气，哟，拿耳朵一听，哗啦啦有水的声音，有水声，里边有女的说话，嗯，二姐，给我擦擦后脊梁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子，干嘛还传说中的呀？想我于谦，嗯，活这么大了，哦，未曾到此地参观过，这是参观的地方吗？啊，这一点是我很不如的父亲呢。我爸爸干过这事儿 啊？没有啊？看看呢？啊，看看跟咱澡堂子一样吗？是吧？哦，研究嘛，是吧？什么研究啊？往上爬？咦？怎么了？锅炉房？哎，爬错了。那窗户才是呢。好嘛，下来了。啊，一回头站着十个保安。嗯，干什么的？把你澡堂子的。我冤不冤呢？我打。都追，拿着大棍子追你，人儿，你跑吧！啊，呼，这跑啊，跑得这快呀！嗯嗯嗯，兔子都是你儿媳妇儿啊！我们家全是兔子，合着快呀！啊，特别快啊！这事儿发生的劲松，嗯，三分钟你到公主坟了。嚯，是够快的！上桥，奔机动车逆行道，上逆行，有打对过来一小汽车，哦，拉40吨的那种小汽车，这。小汽车嘛，说来到你跟前儿，真真儿啊，撞上，眼前一黑，哦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哦，10分钟之后怎么样？你清醒过来了，哦，嗯，没事儿，哦，没撞坏，胳膊都挺好，你说这事儿闹的啊？没事儿，刚才明明觉得桥在那儿的嘛，啊，上这儿这是草地呀，怎么过来的？是啊，我有特异功能。不会，这个事儿叫很奇怪啊！啊，你们那只脚是谁的？脚，捡过来看看吧。甭看，这都蹦过去了，还看什么呀？这只鞋很像我的这只鞋啊，这鞋带解开了啊。哎，这个袜子也像我的袜子哦，这袜子扒了，嗯，呵，就是我的脚，缺心眼儿吗？这不是？我这个哦。可能就是这只，这甭可能了，就是啊，打电话吧啊，又来了，车来了，嗯，这俩美女又下来了，甭提这俩美女了，青须须的嘴巴子啊，一巴掌宽虎心毛，呵，皮兜子啊，大水鞋，哪儿了？好，您听这声，一看是你认识啊，手盘上就是他啊，好嘛，1、2、3，滋儿又扔进去了，关上门，嗯、啊。走了，走了，嗯，10分钟，又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了？那脚忘拿了，嗨，干什么来了？他们去吧，到医院，先填单子吧，又填单子，姓什么？姓于，叫什么？于谦，登记，多大岁数？嗯，男的女的，结婚了没有？啊，离婚了没有？这大夫都没记性吗？这有外遇没有？全问。街坊都是干嘛的？啊，几岁戴护领巾？啊，这都弄清楚了，都写上。好，写完了啊，抬到里边去。大夫乐了，啊，又是你啊，来吧，都熟了，来打针吧。啊，哎呀，好了，褪下裤子来。嗯，这套动作就甭要了。这干嘛？画个圈儿，还画圈儿？哎，嗯，拿过针来，嗯。这回多着了，好嘛，飞过来的针跟这儿立着。嗯，大夫过来，推药水，嗯，往外拔，没事啊，不要紧的。啊，不就绞掉了吗？对，是截肢做新的。对，这也打大胯那儿切啊，脚坏了，打大胯这儿切，怕感染吗？啊，躺好了，打大腿根儿切。哦，一个人不行，得换大锯。嚯、哦，大俩那个，嗯，那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哦、来回拉。打兴安岭上下来的这俩，一拉呵，拉差不多，大夫过来，来，别动了，差不多，咔，这不还是踩蛇的吗？这个，大姐们，啊，挺好，拿号去吧。对，到门室，嗯，那你这噔噔，踹门，嗯，开门，讨厌的这人啊，进来，
鞋袜都脱了，上秤腰完了，哦，拿仪器弄，一会儿跟我出条新腿，嗯，你这个送到金华那边做火腿去了。什么都能做，可哎，新的来了啊，按好了，上螺丝，又上螺丝，找颜色，哎，这瓶儿晃悠晃悠，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，老带响，啊，找颜色，一模一样，啊，这又做成了，好了，治好了，上台阶儿，行吗？没问题，跟好人一样，早晨起来慢跑，跑步也行，那都行，而且这次你了不起了，怎么了？你这回防身有工具了，防身，有人跟你打架，你把大腿摘下来抽他，那。人跑我怎么追呀，这你砍他呀，你砍他呀，拿腿砍啊，砍他呀，这踢后脑勺多厉害的，好嘛，踢不了那么高，平常是不是，嗯，再有一个小麻烦，怎么麻烦了，你这个要上飞机差点，怎么呢，你这算凶器，得托运，腿托运，办托运，你抱着上飞机，嗯，下来再领行李呢，领你的腿，太麻烦了，这个没甭说这个，脑袋也一样了，头啊，能行吗，呵，高科技呀，这行啊，高科技，脑袋，你腿也好了，胳膊也好了，你出去野去吧，是吧，我怎么老出去呀，我跟家待不住啊，闲的吗，这不是闲的，出去玩去吧，是吧，打对过来大姑娘，我这尊呐，我这眉都倒在这大姑娘身上，好看呐，真好看，你站出人家，嗨，啊 ，hello， 咦，没话搭了话，姑娘看看你，你有病啊你，啊，还是外地，你折错了腰了你啊，嗯，瞪瞪你，拿手捋了捋这四根头发。根头发，姑娘，来的时候是五根掉一根，好嘛，再待一会儿改王文林了啊，嗯，你得意这个什么，得意这个跟这个姑娘出去，你这算行为艺术知道吗，什么行为艺术，这是，啊，姑娘骂你，你跑吧，哦，人家追你就跑，哦，穿大街越小巷，嗯，转吧，在胡同里边转半天累了，哦，找一台阶坐那歇会儿喘气儿，哎，太累了，嗯，哦，这是热了，这不是累了，知道吗，怎么这狗啊，是怎么着，歇会儿吧，啊，正歇着呢，后边修房，哦，掉下点小玩意儿了，怎么一千斤一个钢筋水泥的大坨子，这叫小玩意儿，哦，掉脑袋上了，哦，万幸了，没事儿，把脑袋砸进去了， 这是万幸吗，你还纳闷呢，啊，哎，天怎么黑了，我为什么看不到了呢，我这反应慢点了吧，我为什么能看到我的胃呢，全看见了，里头好奇怪啊，啊，太搞笑了，嗯，你看手一摸坏了，怎么这脸怎么这么粗啊，就是钢筋又是水泥的，啊，一低头咕噜噜掉地下了，又一摸领子上头就是你这姓老门啊，哦，这就没什么了，知道了，拍进去了，嗯，喊吧，救命，这甭学了，甭学了，这带枪子的，洪亮，洪亮也出不来什么声了，这个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哦，打开门，蹭蹭下俩姑娘，哦，呵，武校刚毕业，一米七大高个，长发披肩，牛毛好使，穿超短裙才到这，这好看，啊，你看吧，看，这我还看得见吗？这个。你敞开了看，您把我脑袋都弄枪子了，您让我怎么看呢，这个多好看呢，啊，来着你，您来的车上来不动，啊，来小姑娘来动你，是，哎呦怎么办呢，实在没得了，啊，给刑警队打电话，哦，叫俩警犬来，啊，买俩贴饽饽拴你脚上，嗯，啊，警犬把你拉上车，好嘛，我狗给蹬过去的，哦，又走了，到医院填表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嗯，啊，多大岁数，嗯，见过什么都写清楚了，老应该记住了，这个砸没了看不出来是你了，好嘛，从前从前填一遍吧，啊，褪下裤子来画一圈，拿过针头来，哎，好嘛，踩住了啊，这套赶紧锯脑袋，哦，没问题，锯脑袋，哎呀，哦，先拿撬棍打脖进去，腾撬出来，哦，拿个小锯来顺着一抓头，啊，弄起来倒模换一脑袋，打这起你算是好了，死了，那还不死，这么些人啊，我也很欣慰。
人来的确实是不少，是我很痛快。改词儿了，打刚才我就要出来，啊，累也乏得慌，怎么那么累啊？这刚出门回来，哦，去合肥，是倒不过时差来。合肥跟这儿还有时差，人不都说倒时差吗？人是出国回来倒时差。哦，嗯，看到这么些个朋友，我打心里我就痛快。哦，多好啊！是，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。对，掌声雷动。是，这叫快板啊！对，哎，对，这我说快板儿，快板儿啊，快板儿，快板儿。对，这段叫双锁山。哎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对，一句接着一句，一大套，慷慨激昂，嗯，催人尿下，尿下，他从本身不是，您就别说了，人唱快板那演员没撒尿，我说让人高兴嘛，恨不得哭一包，那叫催人，催人泪下，催人泪下，哎，跟尿没关系，嗯，催人泪下，好。好，您喜欢，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，听一什么呢？听什么？有人说就听一乐啊，那听的功夫。有人说听一脆声。对呀、啊、不对呀、啊、不对，那就错了，同志们。是吗？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文艺形式、嗯、不能看它浮浅的表面。哦，还听什么呀？这个玩意儿它得教育人。最近这么说的可不少啊。嗯，错啊，大错而特错。哦，对对，教育人必须有教育意义。哦，得吸取点什么，不管花二块钱花多少钱，嗯，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。啊，合着大伙儿都到这儿上课来。对了，什么呀、嗯、听见什么了？必须这样。就拿刚才这快板来说啊，双锁山是啊，高俊宝刘金定。哦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了？说明这对小夫妻，嗯，为了国家的建设，是抛弃个人的得失，嗯，甘于奉献的这么种精神。哪有这词儿啊？这里啊，同志啊，你这个觉悟不行啊！我没领会到，你必须得有觉悟，是啊吗？听东西，说实在的啊，啊，必须教人高尚，同志们。您瞧这德行，这高尚的了。怎么高尚的就这样了都？能看不起这个人啊？不好，您站直了说话就行，不能这样啊！我的意思你要理解。您说什么来了？你要学习。哦，人要加强学习，是才能够更加向上。您说这话倒是对，一定要向上，知道吗？才能够不断的前进。这是向下啊，上下都不分呐。是啊，现拐。嗯，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啊！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嗯，才对呢。啊，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。当然了，啊，早先咱也没有这觉悟啊，也是学的，这得学习呀，知道吗？哦，学，你不学习，你哪能会这个去？这是学习。门口住了一学者，哦，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，嚯，人家觉悟很高啊，跟人学去吧。那你问问人家。当然了，白天人家上班啊，咱得见缝插针。哦，有功夫去问去。对，晚上堵着门口一瞧，他推自行车出来了，赶紧围上去，不耻下问，向您请教。嗯，从理论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哦，人家给咱讲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明白了，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。哎，一问问3小时，嚯，烦人家不烦，就跟你说啊。当然最后人看看表，太晚了，对，改天再说吧，得休息，时间可不早了。嗯，我得上歌厅啊，接我媳妇下班。没有这么骂人的啊，咱们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哪儿啊？您这什么领导啊？这是接家属去吗？什么家属啊？歌厅上班啊？咱心里琢磨，哎呀，人家说的对呀、啊，跟人学啊，跟人学习啊、嗯。您媳妇在哪儿工作、啊？讨厌是吧？不是什么都学是吧？讨厌是吗？啊，说这意思，人、啊、人得用心学习呀、啊。哦。必须要受教育。是啊，人往高处走，虽往低处流。太脏了，您这玩意儿。你的意思呢？水往低处流啊！啊，往低处流。哎，对，虽然都是液体，没有这么混着用的。
讨厌这个演员说话啊！啊，不是吧？你没有水平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这个对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好作用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在那受不了教育，且看不惯你们这玩意儿了，实在。啊，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？我们清楚了，都明白是吧？啊，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听相声啊，要选择着听。相声也选择，哎，高尚不高尚、哦、教人学好吗，能够受到什么教育，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什么启发、哦、必须得这样、啊、还有什么启发，听个相声乐了就完了，呸呸，我招你惹你了，我知道吗，现世的玩意儿知道吗，有选择的听相声，怎么选择呀、啊？这个你们有一相声叫反七口，有这段子，这个相声就不能听，怎么了，流毒太大，有什么的呀，你看这里边那词儿啊啊，那我当你爸爸，嗯、啊、你当我爸爸 啊, 啊，你妈乐意吗，你这么活我从来不听是吧，你词儿可够熟的，您还不听呢，你我从来不听这些东西、啊、我是批判性的听啊，那您也没少听啊，批判性的听啊，知道吗，看、啊、你们那拉洋片，拉洋片拿个扇子敲敲敲敲敲，打人家打头啊，多残酷啊，这是我们手段，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，嗯啊，破坏了演员的形象、哦、不就让人看着洋片吗，就是这意思，说服教育吗，怎么说呀、啊、同志，为了繁荣咱们的文化市场，嗯，使我们精神文明之化开远城乡，哦，请您看看拉洋片的、哎、这打都不看，你这么说不更不看了吗，这个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不管你那个，你就得高尚，他非这么说，干干净净的，这东西说实在的，哦，还要干净，哎，必须这样，哦，我很受启发，我现在处处啊，嗯，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你呀、啊，我最注意这个了，很自律吗？哎，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，哦、你看走到街上，看见流氓，嗯，调戏妇女，哟，我这个火腾就上来了，您抱不平，哎呀，我这个心里难受 啊，我默默地坐了下来，哎，嗯、坐下了。我仔细观察这个流氓干嘛呀，他到底是怎么调戏妇女的，哎呀，您打算跟他学两招是怎么的，我批判着他，那你看这干嘛呀，你要注意这些个细节啊，知道吗，我一点我都不落，我都不闭眼，睁眼还睁不过来呢吗，可恨得慌了啊，我在想啊，想同样是人，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，啊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哦啊，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，是啊，这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的流毒没有肃清，想的太多是不是 啊, 啊, 啊，我这个心里很难受啊，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，好啊，我实在我是真是看不下去，哎，对了，可是呢我又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，您先等会儿，这啊流氓吃亏，那个妇女太壮了，您倒不怕这妇女调戏流氓啊，哎呀，我的心里很难受 啊, 啊，在旧社会，万恶的旧社会，嗯、土豪劣绅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，现如今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流毒，嗯，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，不能容忍呢，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嗯，站起来一伸手打他一拳，拦了辆车，对、啊、走，送我回家，走，来走了，哎呀，社会太平，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吃，你知道吗？嗨、哎，您这什么理论呢？这是从车窗里往外看去啊，看着这个妇女满脸是泪水，嚎啕痛哭。哎呦，我的心潮澎湃啊！默默地背起了李白的那首《秋月无边》，怎么说的？凉风有庆秋，月无边亏我思家的情绪，好比度日如年。我虽然没有啊，这拦着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甭拦着您了，我这才听出来您唱着就走了是吗，我心里不是滋味啊，您还不是滋味呢，痛恨这个流氓啊，啊啊，你天下人都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国泰民安呢，哎呀哎呀，行行行行，不用这个了 啊, 啊，不用这个了，我心里难受啊，啊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，这也学习啊，同志们啊，啊，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，嗯、啊，洗刷我们灵神灵魂里边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绝对不能够放松啊啊。啊
您放松，您说说清楚，您嘴都松了，说到这儿啊，什么学习什么呀，这东西小啊，小什么呀啊，国家大事啊，是吧，国家大事跟国际上接轨，接什么轨，咱们国家内部的这些个事儿，包括有一成语，成什么语，禽流感啊，最近您这研究从不是先秦史，不是你先到历史，没到那儿，没到那儿呢啊，禽流感是成语啊，对啊，什么成语啊，怎么了，禽流感怎么会是成语，历史故事吗，禽流感吗，什么历史故事，这你看你不看书啊，书上有禽流感，你看你消息消息啊，什么书啊，你看有那个什么故事，历史故事，哪儿啊，孟姜女哭长城嘛，哭出禽流感来了，没有啊，你看不消息你知道吗，不是怎么回事啊，孟姜女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您说点别的行不行，哭完了长城倒了啊，秦始皇很喜欢她，哦，想跟她耍流氓，嗯，秦始皇想耍流氓，嗯，孟姜女说了，你敢，嗯，禽流感吗，这就是禽流感啊，好，就这么个历史故事，你看看这好几千年了，到如今你看出这么大事，好嘛，得到消息啊，哦，不能说空话，就您这学习不能说废话，要实际知道吗，哦，要实际，好好学习，到2000年的时候，嗯，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很富强，我要到月亮上去打秋千，这不是，这是现在就2005年了，你糊涂了，你糊涂了，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啊，现在就2006，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，没人告诉我呢，您还过不过日子了，您你们居委会通知了，居委会不念月份牌知道吗，哎，是吗，这都应该知道，糊我吧你，我是这怎么在座都知道，谁不过日子呀，这个是啊啊，哎呦真有秃噜秃噜过去了啊，这有秃噜，我跟您说正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很富强吗，你呀，啊，嗯，净说着空话套话没用知道吗，啊，你落在实处你干的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人啊一切都落在嘴上，根本实际的一点都不沾边，对，我跟你说啊这是你爸爸，我们俩这岁数谁像爸爸呀，我像，甭跟这儿找便宜，我这说你呢知道吗，大船连人孩子都看出来了，是吗，你这叫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，你呀，啊，少说点空话，多干点实事，这是真的啊，以后少说这话，尤其啊评论我们相声的我最不爱听啊，我告诉你，对，外行不要评论我们这，对，你说的对，对，干嘛，啊，说的太对了，你说的我心眼里头来了，您也这么想，谢谢你学者，我媳妇儿可是好人啊，咱先说头了，你说到我灵魂的深处了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嗯，对，现如今各行各业突飞猛进，嗯，大伙儿都很好，只有我落后了，我退了步了，我落了后了，我倒了霉了，我要了命了，我要了亲命了，我要了我的亲命了，哼，哎，我还能加字儿，我还能添字呢，这个再说一个男的啊，这甭说了，你想点实际的好不好啊，我要学习，还是学习吗，努力的学习，嗯，我要追上你们大伙儿，哦，我赶上你们大家，落得太远了，我要为国家做贡献，嗯，我决定了，干嘛，我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了，哦，我要做点贡献，干嘛，我同大伙儿我起誓，我发誓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哦，我好好学习，嗯，我再也不胡作非为，嗯，再也不空想，哦，再也不说大话，哎，不说空话，对，不说瞎话，哎，我要努力，否则的话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，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永安门外2条45号的公民了，哎，住哪儿记得还真清楚啊，对，我一定要努力，嗯，
您支持我啊？您努力我肯定支持您呢。你看不起我吧？我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鼓励我啊？肯定是鼓励您呢。真的？我这就为您好嘛。是吗？对啊。我谢谢您。别客气。我谢谢您。我决定了，我学习啊，我学习，我干点什么呢？我您想一想，我当个科学家吧。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。努力呀、啊、学习呀、啊、科学家也是人啊，这不容易。不容易，容易就都干了。哦，我得来这冷门的东西。哦，科学家学科学是，对不对？怎么研究？买点瓶子去，弄点罐搁屋里边养蛐蛐啊。我搁药水啊，我研究哪个跟哪个能炸了，哪个跟哪个能炸了。然后您上天安门广场现在正逮这个呢，我告诉你。看不起我呀你、啊、你不拿我当回事啊？不是，您光买瓶子就是科学家了。您这小啊，我做实验呢。哦，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坯子。是啊，我一定好好练。好，我练成了，我以后我造福人类啊。哦，我很多科学发明啊。哦啊，哦，发明我。您拿一花楞棒发明啊？不是啊，干嘛呢？这是科学的东西。不叫甭大事。 我首先干嘛？我在喜马拉雅山安一个2000层的电梯。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呢吗？2000层，两千层，每层都有卖吃的，净是吃。一层摊煎饼啊，二层炸油条，吃不出什么好。三层煎饼果子啊，四层洗手间，洗手间。对，然后往上走吧，啊，就是四层洗手间，都是洗各式各样洗手间啊。从四层往上都是卖吃的哦，包子、饺子、馄饨、面条、炒饼、烩饼，哼，都有。嗯、啊，我每吃完一份，我就回四层歇会儿来。好嘛，这位还直肠子，我来回叨动他，我告诉你，啊、对。我要弄一大电梯啊、哦，坐电梯。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，嗯，我弄一过山车。天安门广场过山车，呜啊，围着英雄纪念碑玩吧啊，好嘛，这可够悬的啊，这个就是机械原理学。呵，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，这搁哪儿用啊？在长安街上。嗯。我这边我打建国门开始啊，掐死了他。哦，这边复兴门掐死了他，两边不让走人。哦，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，弄好了干嘛？放水，咱们弄那激流勇进。呜、哦，去、哦！哎呦，那好玩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收票5块钱一个，好嘛。不够那厂租钱，知道吗？啊，上您那儿干啊！反正我要发明创造了啊，我要做科学家了。这同志们，都看看我吧、啊，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。哦，以后轻易不会让我出来，啊。您赶紧回去吧。我是一个大科学家。嗯，谢谢大家。嗯，你们鼓励我，谢谢。哎，对，全鼓励。谢谢。啊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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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挺客气，谢谢。行行了，我去买字典，买铅笔，买橡皮，先从认字开始学啊。回家，我今天晚上开始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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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先回去学英语。好，啊我饿不不摸佛，汉语拼音那叫不摸佛，嗯，我就背呀、啊，我写。好，再见了，哎、啊，去吧去吧，我得走，一会儿新华书店关门了，哎、赶紧走，买那字典去了。哎哎，好，再见，嗯，谢谢。行了，走吧走吧，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，谢谢。哪儿有？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，哎，不过愿意学是好事。于老师，怎么了？你说我行吗？什么行吗？你说天安门广场好接电吗？这您得先打听啊。这个再一个，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子，嗯，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？那就得安潜艇了吧。那就国家让吗？我看这事儿也悬，悬咱就不弄了吧。哎，对，趁早吹了这念头，别找事儿。哎，再一个买本字典我也竟不认识的，还是不认字，我卖那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啊、不干点别的吧？哎，您最好转转行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干什么不是服务啊？是，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啊？力所能及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要干点什么呢？你好。嗯 啊, 啊，我得学习啊。是，您学完了干点什么呢？我做个军事家吧。好，您这难度都够大的啊！都做军事家了，军事家也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才，知道吗？您这手势我老觉得那么别扭，
军人嘛，啊，军人嘛，军人哪有这个呀？哎，我学习啊，啊，我买那些书，拿破仑打仗的事儿，对吗？这也学，希特勒打仗的事儿，哦，八年抗战的事儿，经典战役，这个我都得学啊，我得好好的学，学烙烧饼去得了。干嘛呢？这军事啊，翻书看。对呀，对呀，啊，翻看翻翻翻翻，没有饭，没有饭啊！哎，没有，部队里怎能不管饭呢？奔那饭去的呀？管饭呢？啊，对吗？我就是一个军事家了。啊，我一会儿买那绿的迪卡布做军装去。做军装去？我先试试合适不合适。啊啊，看好看不好看呢？啊，好，好是不是？嗯、啊、嗯、啊，一个崭新的军事家。啊，对。不久啊，嗯、啊，就出现在你们大家面前。哎，这儿不是厕所啊，后边有裤腰带松了、嗯、好嘛，这军事家系紧点儿，太好了啊！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了，您呢？有那恐怖分子来了让我堵住了，您打薅着我领子近身肉搏，来一大耳贴子，哼，打，穿他口袋、啊、有烟吗？恐怖分子就放了吧，你要拿人家就得给人放了，好嘛，您就为抽这根烟呐，我就喜欢那打火机，哎，四方的，对对对对，电镀的，我不嘚嘚嘚还响呢，不行行了，你甭弄这个了，美国出的，倍儿贵，好几百一个，美国的恐怖分子啊，啊哪儿都行，甭管哪儿的吧，啊，我就得着了，我搁口袋里边，行了，您又来一个，我这呀，嗯，翻口袋啊，嘿，看有钱没有，嗯，都是我的，改邪道的了啊。军队嘛，军队翻人东西、啊、知道吗？军队嘛，不给我就抽他，嗯，上面一拳下面一脚，嗯，我拿大花盆砸他脑袋，好嘛，什么武器这都打了他眼珠子上都缝针，哎呦太狠了，让他哭，嗯，把他冤死他就得了，嗯，没这么冤的，好，他爸爸叫杨乃武，他妈叫窦娥，好嘛，太冤了这位。我一天我能打一百多个，嗯、啊，我就好些个打火机烟卷啊，哎呀，那个没开包的搁边上，嗯、啊，我弄个小铺卖呀、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您想点好东西好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我要成立军队，成立军队，嘿，我找好些个那个没工作的，啊，小孩不上学呢都来，嗯、啊，都是我的部队，不、哦，买两匹绿布，嗯、啊，给他们都做军装，嗯，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你们去。买那绿胶鞋啊，跑起来快那个啊，都一人一双哦。我给他们训练军训，还军训，站好了，嗯、啊，大个儿站头了，小个儿站后头，嗯、啊，小个儿站后头，对，那还看得见吗？那个，嗯，我乐意，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，好嘛，您这习惯了这，这好的都买前头是吗？太好了。我有自己的军队啊，好，我给我自己授衔，自己给自个儿授衔，我就以后国家管了，现在不就自个儿管吗？啊，自个儿来，也让他们都喊我哦，也别喊司令，也别喊将军，叫什么？喊老大，老大，我管他们叫小弟啊。我有个参谋长叫山鸡，这、啊、我在铜锣湾扛把子，以后就。别得我得，不，行了，别比了。我拿我那打火机点着了啊！嗨，行，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吧？这个，我这好好啊，什么？您这什么称呼啊？这有的将来我就是军事家啊！啊，打枪啊！哦，会射。起来吧！哎嘿嘿，起来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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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神，手榴弹吗？哪儿手榴弹？这怎么扇呢？手榴弹吗？哪儿啊你这？我就手榴弹往上扔啊！掉下来不也炸自己吗？那个对吧？向我开炮吧！啊对，我向他开炮吧！那还想谁呀、啊？我就是个军人了。啊，谢谢各位。到那会儿我跨马抡刀，骑着大马，还骑马，跨着我的军刀，嗯、啊，带着我的部队啊，不、哦，带着我的军帽啊。这玩意儿怪脏的，搁在那儿，你这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啊！谢谢大家，你们支持我，谢谢，谢谢什么支持？谢谢，你鼓励我吧，谢谢。
行行了，走走吧，我会成功的。是，谢谢，去吧。啊啊啊！我买绿布去了，给你捎出一身吗？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我的部队还缺个压寨夫人呢。算了，啊，什么部队呀、啊？这是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走吧。这位纯属云山雾罩，是自己办军队，这都是我这头回听说啊。甭管怎么着，于老师，我行啊。您干这个，我琢磨这军队给起照吗？您先问军队有照吗？非法的啊，军队都是非法的，没听说过，他们都没照，这没听说，人家不是照，怎么着没照？国家的那是，国家的。对了，我也姓郭呀、啊，郭家的呀，你以为德云社的是怎么着？你看看。国家的，国家的。对了，私人不让弄是吧？不让，商量商量，甭商量，没商量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活该。干点别的吧，干点别的吧，行吗？你就干点别的。不是为国效力啊，为人民服务。对、啊，我要当个文学家。都来了，嘿，这行啊，文学家，这不用算数啊。算数不行，不用算数是呢。嗯，我当个文学家。嗯，我大作家。哦，我天天我在家里写字儿。您先说清楚了这字儿啊，写字儿啊，我天天写字儿，写字儿，字儿、啊，字儿，字儿是字儿。俺这个嘴有毛病啊，我嘴有毛病。写什么？这么说，写字，写字字啊、嗯，行，我写作呀，不久的将来。大文学家，嗯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，我发誓了啊，嗯，我发誓，我今天要开始学习，学吧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啊，什么都不干了啊，什么都不干，就是写字儿，哦，就练字，便宜古典文学，行吗？没问题，练，我先写个《水浒》，这《水浒》不用您写，早有人写了，我给他写一个复杂一点的《水浒》。不也是水浒吗？我把三国跟水浒揉在一块儿啊，那还能看呀、啊？那个哪有什么不能看的？我写水浒啊，我写再写一个水泊梁山，再写一个水泊梁山的故事，嗯、啊，再写一个梁山好汉，再写一个。您起那么多名字管什么用啊？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啊。那这也区别？我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，我最爱写，先写这个，先写这个。先写《金瓶梅》，对，啊，我写这写完我改电视剧，电视剧我50集，100集，100集，100集电视剧，啊，50块钱一集，发财了，100集50块钱一集，那就发财了，啊啊，找剧组给钱，不，拿来给我数，不、啊，都是10块钱新的，嗯，100的都没有，拿家去往炕上一扔，嗯、啊，给我媳妇挣钱，看见了吗？嗯、啊，挣钱了，嗯。炒菜去，嗯，开个电视，嗯，我看新闻联播，哎，盛饭，哎，哇，太咸了啊！又沏个汤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您这是咸了，还沏个汤，自己都不带做的。我开水沏个汤喝，啊、嗯，我就了不得了，我，我出门，我以后我买车，啊、嗯，我骑车很快的，啊、嗯，我玩命的蹬啊，我自行车啊，再也不怕费鞋了，我，哎，对，不走道，谁还愿意走着走了？啊、嗯，有车了，我买车，我五环上先来一圈，好嘛，累吐了血吗？这不得。痛快啊！不用钱了啊！我买个军大衣穿，买新的，新军大衣穿，好，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。就靠这么一军大衣了，太好了！嗯，我痛快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不久的将来，一个大文学家就诞生了，又来了。谢谢大家。嗯，不久将来我就成了。嗯，谢谢你们大家支持我。谁支持？从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。好，谢谢。嗯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谢谢，哪正事儿没有？还这快些什么毛病啊？这走了，就是这会儿便宜，有找我签字的吗？全想起来了。现在是5块钱一字啊，啊，以后成大文学家，啊，5块钱下不来了啊。现在也没人找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后悔去吧。哦。
好吧，后回去吧。嗯，我今天回去，我先学我写我这名字。你自己名字还不会写呢，这位。是胡说八道，满嘴胡天。嘿，这人啊，一点正形没有，我瞧出来了。于老师啊，你看我行吗？我看你不行。你看不行，你干点什么去？啊，你们这行还缺人不缺？没不缺。你们行缺司令吗？我们这行要司令干嘛呀？你缺文学家吗？没有。你们要科学家吗？没有，不要，都不要啊？都不要。你能送我张月票吗？干嘛？你们演出这月票给我一张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尽量少来。像您这讨厌。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。怎么了？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，您啊，我就跟你绝交了。我啊，我回家我要练功啊，我晚上开始，我就开始学习了。我就、啊、现在天就晚了，黑了，活该，明儿就亮了啊。哎，那您不是今天晚上开始吗？晚上是晚上啊，不定哪天晚上啊，去那个吧。好。